公鸡回应唐九哲火锅局要约韩化，下个新同事给自己发红包。上一个新同事是唐九洲，然后他给你留下的任务是跟你约一顿火锅。唐九洲，他请我吃火锅。那我现在透露给你，下一个新同事是唐九洲。我请哥哥吃的。没事，我请你吃，啥时候？有机会是不是？你来探班，我就请你吃火锅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工具再给下一个新同事留下一个你的任务，就是接下来的。留下一个我的任务。下一次见到龚俊的时候，给龚俊发红包。好的，我们一定会帮你。